很久远的北舞蹈社的学姐，我要在这边跟所有32或是33的家长们说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因为你们的出现给他们是非常大的支持跟鼓励，然后所有的孩子很爱跳舞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本分该念书，可是在这个社团里面下面都是学姐，都知道不是只有舞蹈，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是这里出发的，跟这里出发的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都可以自己很坚强很勇敢的去面对事情，解决事情，在这是可能有时候课堂上不是能面对的，能学到的，然后在场有很多有社的，很多很爱跳舞的孩子们，对，我已经有小孩了，对，然后我真的要说请珍惜你们可以跳舞的时间，然后请珍惜你热爱跳舞的这份热情跟心，然后都不要忘记你跳舞除了为你自己之外，你还可以有很多的力量是来自于爱，因为你可以经由这些的互动过程之中，你可以去跟人互动，你会懂得怎么爱对方，爱彼此，然后我要跟家长们再说一次，他们真的很爱很爱你们，每次都跟我说老师怎么办？我又跟爸爸妈妈吵架了，然后怎么办？我好不想让他们难过。那当我知道，就是每个家庭、每个孩子都要面对到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要哭了，你好丑、哦。然后所有的孩子是感性的，然后他们也是坚强的，然后。好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北舞加油！对，北舞加油！然后，两年一次的舞展，在永彤老师跟各个老师、各个学姐的帮忙之下，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很棒、很棒的舞展。除了舞蹈之外，他们还有影片啊，还有海报啊、文宣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希望，请你们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。然后从北舞出去的大家，不要忘记北舞是一个大家庭，永远欢迎你们回来，在这边打滚或者什么，不要让我觉得拉不回来的感觉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